手拿香槟，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巴德商圈合作愿景记者会，九位商圈成员代表一字排开，三创董事长郭守正也在其中，两人首次在公开场合同台，但互动却是相敬如宾。今天他亲自出席，你有比上次还满意吗？不要这样讲了，这个大概能够合作是最好。我感觉上刚才两个人好像没什么互动。不会、啊，等一下还有啊。那个桥段排在后面的。握手互动桥段排在后头。柯文哲先坐上专用座椅，试玩体感赛车游戏，接着参观摊位最新的科技产品。逛完三创，柯文哲特别走空桥到光华新天地，象征共融。但他认为商圈应该取一个够新、够炫、够响亮的名称。这叫大巴德商圈哦，这好像不够炫啊。要叫台北秋叶原哦，这总觉得好像我们不是原创。对于这个名字哦，就要拜托台北市民大家一起来想，想出一个哦响亮的名字，可以代表一个台湾的一个精神哦。要够炫、够新哦、够原创，啊，这个就真的是文创了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一路被媒体包围，但难得有机会逛街，柯文哲还是逛得很开心。他期盼三创加入后，可以整合北科大、台皮、华山等周边资源，共同带动商圈发展，分享地区繁荣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翔庭采访报道。